什么 ？Helen。啊 ？Helen。Helen。
他很稳的。fixture 就是就是一个场次吧，因为我们是按排序号的嘛。旁边有点影响，你过来等一下啊。这场球好看的，对对，因为对面Helen会打，对对对，那边很会打，对啊，那边打了很多年了，对啊，从我儿子学球的时候一直就看着他，是呀、啊，我这个手感真好，是不是来靠近有耐心的人？他是不是那种人？很有耐心。Amy 也是，我叫他去录的。我知道 Amy 也是球迷啊，他不打都来过来看。啊，是是是。我是一般不打就不来。真的是要耐心，慢慢磨，哎呀。
六。哇！还能加油啊！哇哦！哇，好近！是 A 组的，对 A 组，还是 B 组的水平高一些？哎呦！哎呦！哇！哇，一分啊！这个简直！一分啊！没有丢失啊！没有丢失，就看哇，这个可惜，这个一分，哇！厉害厉害，还能厉害厉害厉害，还能厉害。